你还记得我在洗墨江头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吗？怎么，你还在怀念在千骑逃命那日子啊？我这推云掌，不说空前绝后吧，好歹也算是个举世无双，居然差点没躲开，奇怪了。 哎，你这什么时候背着我偷拜了师，学了这招啊？这是我跟穆小乔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跟我聊起拜解手的事，我自己瞎琢磨。不是，等等，你跟他聊？啊？聊了什么？不是，周斐，这你就不对了啊！你平时在我面前沉默寡言的，多逗你几句，你就翻脸不认人，怎么跟别人这么能聊啊？什么时候？ 你在东海躺着的时候，好啊你，还趁我看不到你的时候，不是，难道你就喜欢这样的小妖精？我也会呀、啊，说人话。嗯